而洞悉英文比较难的句子的意思啊跟发音啊，就是非常实用，可是可能大家程度不够啊，或者认识的单词比较少。好，这边这一页先念一下啊，看看能看得懂百分之多少。When you run the checks to pay your bills, you should keep a list of the checks in your checkbook. She wore a chick hat. Chicken pox is caused by a virus and it causes fever and small blisters. She chided him for his carelessness. Chieftains met to discuss important matters among their tribes.The Chihuahua is the smallest breed of dog. At 36, Mary is still of childbearing age. She knows the dangers associated with childbearing. Mozart was a child prodigy in music. To me, learning is not child's play. Lottie can't feel a chink in the wall. When you do chin-ups,You hang onto a barn and put your body up until your chin is above the barn. You can hear the crickets chirping in the field. To hear the crickets in a silent night can be annoying. Let's chit-chat and pay attention, called the teacher. He's always very chivalrous. Now drinking water is probably chlorinated.Chlorine can be used to make water pure. Plants use chlorophyll to change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into food and oxygen. Too much cholesterol can clog the blood vessels and cause heart disease. He's very cheesy about his whiskey. You have to do your chores before you go out to play.They ask a choreographer to arrange the dance steps for the ballet. The choreography of the ballet was done by a Russian choreographer. She chortled at his joke. Chowder is usually made with seafood. The newborn baby was Christian Simon. Every human being possesses 23 pairs of chromosomes. She planted many chrysanthemums in her garden. 当你在写 check 什么意思啊？一般是核对嘛，这边是名词啊，支票。当你写支票的时候呢，啊，然后要付钱啊，你要有一个名单呐，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支票上啊，在你的checkbook 上面 checkbook 是什么，主要是讲这个字啊，就是支票的书啊。什么叫支票的书？叫支票簿啊，支票簿 checkbook 啊，上面有一些啊一些名单啊，有一些东西要填写。 word 是穿或戴啊，或者整理头发这些啊，就是这边是帽子嘛，就戴了一个 check hat 啊。所以有时候关键字啊，关键词不认识一个句子就很难了解啊。Chick hat 是什么样的帽子啊？破帽、新帽子还是很贵的帽子？不是 check 叫时髦的啊，他戴了一顶很时髦啊、最新流行的帽子。Chicken pox 就是复合字啊，两个字要连在一起看啊，你不要把它分开来啊。什么 chicken 啊鸡呀 啊 pox 是什么东西？又搞不懂啊。那就后面就看不到，就水痘啊，我们就说长水痘啊，啊，长水痘是啊，怎么样形成的？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啊，而且呢，它会造成了发烧啊 ，fever 发热嘛，发烧，而且小水泡，所以叫水痘嘛。Chided 啊，这个又是关键词，女的她怎么样对男的她啊？因为男的他呢不小心。不小心女的她是怎么样啊？臭骂一顿啊 ，chide 就臭骂一顿，指责大骂一顿啊 ，chide 啊，字母很简单了，可是不认识就是不会。
chickens 啊也不会啊，什么呢？这什么东西啊？去见啊啊见面啊，然后去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有关于他们的 tribe 什么意思啊？部落啊。那 chieftain 是什么？什么人去见啊？见他们的部落啊？讨论什么呀？酋长啊，部落的酋长或者台湾叫头目啊，就 chieftain。Chihuahua 什么东西啊？是最小的狗啊，那不一定是养大啊，但是这边当名词不是动词啊，不是养，你种类啊。那 Chihuahua 是什么啊？这是好像最小的一种狗叫吉娃娃啊，这吉娃娃就从英文过来嘛 ，Chihuahua 啊，36岁啊，玛丽啊36岁啊，然后还是 still 啊，仍然是什么什么的 age 啊，什么的时代。什么年纪 ？Childbearing 什么？就是可以生孩子啊，36岁还是可以生啊。Childbearing 啊，这 bearing 就是携带嘛，啊，负债嘛，啊，带一个小孩啊，就是怀孕嘛，肚子有小孩嘛，就是怀孕怀孕的年纪。啊，他知道呢，是什么危险呢？啊 ，associate with 跟什么有关系啊 ？associate 单独有时候也可以当同事啊，或者熟悉的啊。Be associated with 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啊，他知道啊，跟这个生产啊，前边怀孕啊，生产啊相关的一些危险。莫扎是什么东西啊？莫扎特啊，莫扎特，莫扎特呢，奥地利的那个音乐家，他是什么？对音乐怎么样？他是一个 child prodigy， child 小孩子，啊，什么莫扎的小孩子会作曲啊？啊，这 prodigy 又不认识，这也是复合字连在一起看啊。Child prodigy 神童啊，莫扎特是音乐神童啊。Prodigy 就很优秀的人啊，那小孩子很优秀就神童啊。啊，所以你要跟人家外国人讲神童啊，你讲英文就 Child prodigy。对我来讲，学习啊啊，并不是一件小孩子的玩东西，我也看不懂。啊，就是小孩子玩嘛，就是伴着他走，都很简单，不复杂，就很容易的事情啊。对我来讲啊，学习啊，我智商不够，反应不够快啊，吸收能力很差。对我来讲的学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Light 的光线啊，光线啊，经过穿越一个什么东西啊，穿越一个墙壁的一个 chink， 还有看不懂。裂缝啊，破洞啊，啊，墙上有破洞啊。这个光就透进来啊！当你做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chin up 什么意思啊？这个 chin 是下巴嘛，下巴往上抬是什么东西啊？当你做一个下巴往上抬的时候，你会 hang 是挂在什么东西啊？挂在一个 bar 有什么东西啊？啊，铁条吗？啊，还是酒廊啊？啊，别的 bar 啊？我就看不太懂啊。然后让你的身体啊往上拉上去。直到你的下巴啊超过这个 bar 上面，什么意思啊？引体向上拉单杠，当你拉单杠的时候啊，抱着那个横的那个铁杆了、啊、铁条啊，你要吊在铁杆上面，然后把你身体要往上嘛，引体向上嘛啊，拉单杠，然后直到你的下巴要超过那个铁条啊，这样子。你可以听到 cricket 什么东西啊？蟋蟀。啊，蟋蟀的叫声就 chirping， 蟋蟀叫声，所以动物叫声啊，像猫就 meow 嘛，啊，牛就是 low 嘛 ，low 嘛，啊，那狗就是 bark 嘛，山羊是 bleed， 啊 ，bleat 或 ba， 这是都有叫声啊，动物的叫声都有各种不同英文字，我好像有一集啊专门讲这大部分的动物的叫声了 啊。这边是 chirping 是当动词啊，这边给当名词啊，就蟋蟀的叫声啊，啊，在宁静的夜晚可以会很吵人啊，虽然声音不大，可是如果很安静的话听得到。啊，老师啊叫学生怎么样呢？啊，叫少一点 chit chat 什么东西啊？确实聊天嘛，那前面加个 chat 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少聊天了 啊，多注意啊。上课不要讲话，我们讲上老师说上课不要讲话，专心注意啊，上课啊，就这个意思。去切就聊天了、啊，但是不是聊很长啊，就东一句西一句的。
他总是要怎么样啊？这个 always 也不用翻永远了，因为也不太可能永远，就说尽总是啊，总是好一点啊。他总是有侠义的精神啊，是不是像骑士啊？以前中古时代骑士啊，他总是行侠仗义啊。我们的 drinking water 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啊，都是 probably 都适当的啊，适当 chlorinate 啊，这个不是啊，氯化，不是绿色氯啊，就是那个气体那个氯啊，就是会放一些氯进去啊，然后清洁水啊，游泳池也是啊，要放那个氯啊，氯的东西啊，把那个稀释的放在水里面啊，就漂白水啊，漂白水里面加氯啊。可以这个杀菌啊，让水干净一点。而氯就这个 chlorine 啊，可以用来让水啊，pure 啊，纯净一点。叶植物啊，植物用什么 chlorophyll 又不认识，叶绿素，去改变什么，把这个啊 carbon dioxide 啊，把这二氧化碳呢、跟水啊把它变成食物啊，光合作用嘛，食物跟氧气。所以植物呢是白天去可以啊，白天它会释放氧气啊，晚上不要去啊，晚上它也把氧变成二氧化碳，所以晚上去森林就空气不好，阴森森的会影响人的精神状况嘛，所以晚上去森林觉得怪怪的。那白天去嘛，森林就释放出氧气嘛，到日光浴嘛啊，这样子。所以森林就是白天去可以啊，晚上不要去，空气不好。太多的什么 cholesterol 什么东西啊，胆固醇啊，如果你吃了太多油炸的食物 junk food 的这些东西啊，就会吸收很多胆固醇啊，它会阻塞你的血管啊，造成心血管的疾病。他对于他的威士忌啊，他喝威士忌酒啊，非常 choosy， 很挑剔啊。我只喝多少年吧，我只喝这个牌子啊，不喝那牌子，是 choosy， 就很有选择性的，很有选择性，很挑剔嘛。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非要哪一种。Chore 是什么？就是小活、小碎活、小家事啊，就一些这个擦擦地板啦、擦擦椅子啊，抹抹什么地方啊，收拾什么的，就是家事活啊。你必须要干点家事活啊，在你出去玩之前啊，要先做一点啊，先把你妈妈就是先把你房间啊先整理好啊，或者啊帮我这个清洁哪里啊，清洁完了啊，做点家事才能出去。他们要求 ask 不一定询问，可以要求啊。他们要求或者商请请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字哪一点啊 ？Choreographer， 编舞者啊。所以这个电视嘛，有时候什么歌唱啊、节目啊，有时候有舞团呐、伴舞者啊，要编舞啊。那个唱歌人自己要跳下来，要编舞嘛。面对你不能临时想怎么跳，有一个编舞啊，编舞者安排这个。dance step 就舞步啊，这 ballet 啊，这 T 不发音啊 ，ballet 啊，芭蕾的舞步。那编舞就是 choreography 啊，编舞呢，那个芭蕾啊，这编舞啊，是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编舞者编的，他对这个笑话 chore 所以我们一般只讲笑 ，laugh 只会用 laugh， chore 就是大笑，非常高兴大笑啊。有笑很多种嘛，大笑嘛，有皮笑肉不笑嘛，有傻笑嘛，有偷笑嘛，这些都有不同的英文单词啊。chowder 我们是巧达浓汤嘛，巧达就从 chowder 过来，就浓汤啊。通常是啊，这个要来做海鲜的啊，海鲜浓汤嘛。他这个新出生的婴儿呢Christian 就是本来是基督教嘛，因为跟基督教关系，命名。就是小孩子啊刚出生啊要洗礼，也不是真的到水里洗澡啊，那也很麻烦啊，就是抱到水缸里面啊，牧师啊或者神父啊这个用沾一点水啊，用一个什么湿的东西啊沾一下在头发上啊，这是沾一点水，就是受洗，然后命名三门。每一个人呢都有 possess 拥有啊，本来也可以占据啊，也可以拥有的意思啊。23对的 chromosome 什么染色体啊，染色体23对啊，可以决定性别啊，男的女的。它种植了 plant 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它种植许多
快三色门啊，这个字很难念的，快三色门，就菊花啊，在他的花园里种菊花。我们看第二页 ，A child girl under the chin, a jug away an old hat, a get a girl jug under the chin. She hung out the phone with a chuckle, to jug to herself while reading a letter. In Taipei, he made a boyhood chin.Some babies are born to be chunky. I like chunky peanut butter. I don't like his churlish and impolite behavior. You can put some milk or cream into a churn and stir it and shake it vigorously to make it better. Churn milk or cream. The stone churn out the water of the lake.When they pull the cord, a shoe to open it once. The cicada lives in hot countries and makes loud, high noise. The horseman put a cinch around the belly of his horse in order to keep the saddle in place on the horse's back. It's a cinch to leave away the game. Cinnamon is made from...the dry inner bark of a tropical tree. She ate a cinnamon bounce for breakfast. It's later rewritten in cipher. She took a circuitous route to the park. You can pick out the books that you want from bookshelves and then go to the circulation desk to check them out. They are now more circumspect about making new investments.It behaved with considerable circumspection. Although charter interest in country is contrary to their law, they circumvent us by accepting a compulsory gift. He suffered from cirrhosis of liver. The water supply to the system was turned off. The skyscrapers,of change the cityscape of Shanghai. He was treated with civility. He was somewhat displeased, but he answered my questions civilly. The insurance company refused to pay the claimant. She claimed that a clairvoyance enabled h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dead. His clairvoyance enabled him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clearly and correctly. He claimed that he had a clairvoyant powers, and so he was abl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future. Not even the most clairvoyant expert could have guessed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stock market. A check 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样对这个女孩子 啊在她的下巴上就轻轻摸啊？我说小女孩可爱啊，你用手轻轻摸啊，下巴好可爱，就轻轻碰一下摸一下啊。而这个就是他把他的帽子丢出去了啊，反正这儿就是用手啊，用手去摸一下或挥一下啊，他就把，所以这个动词啊成语啊后面那个这个副词或介词很重要啊，他摸一下但是离开了，就是扔掉啊，他把帽子往外扔出去。所以看起来意思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啊，用手去挥动啊，去摸一下。啊，这边当名词啊，前面是动词啊，这边动词，他轻轻摸着小孩子，小女孩的下巴。Hung up the phone 就是把电话挂上啊，啊，他把电话挂上，然后 with a chuckle， 然后怎么样 ？chuckle 什么？就是轻轻的笑一笑啊，轻轻的笑一笑。所以说笑很多嘛，我们只会 laughter 或者 laugh。大笑、狂笑、皮笑肉不笑、窃笑、傻笑都不会。我觉得加个就是，轻轻的笑了一下，动词也可以啊。他对自己轻轻的笑了一下啊，当他在读啊信的时候啊，可能啊男朋友啊写信啊、写情书啊笑了一下。而在台北呢，他遇见了一个 boyhood 就是少年时候的像什么密友啊。男女可以通用了，男的就哥们死党啊，女的就手帕交啊闺蜜啊，看到一个少年时代一个很好的朋友。
而有些小孩婴儿一生下来就 chunky， 什么就是短短的五短身材啊，手指脚趾短短的啊，叫 chunky。那这边也不一样了，我喜欢啊 ，peanut butter 就花生酱啊，这复合字两个念起来 ，peanut 是花生嘛 ，butter 奶油嘛，就是花生奶油，我看不得懂花生酱。啊，这边又变成很多颗粒的啊，我喜欢有颗粒的花生酱啊，吃起来比较味道。我不喜欢他的什么行为啊 ，impolite 就是没有礼貌 ，churlish 就是粗里粗气啊，我不喜欢他这个粗里粗气啊，以及没什么礼貌的行为啊举动。啊，你可以把一些牛奶，还有一些这个 cream 啊，一些奶油呢啊，这些放在一个 churn 就是外国比较常用，就是一个搅拌器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东方中国台湾这比较不好解释啊，他们有一种把这个牛奶啊、奶油啊搅拌器啊 churn， 然后摇动它一下啊，就是搅动它啊，或者摇动啊 ，stir shake 不一样啊。所以007电影常常那个bartender 问James Bond 你的这个酒啊要怎么样啊，所以他的习惯就 stir but no shake 啊，他要搅动啊，但是不要摇晃啊 ，stir and no stick but no shake 啊 ，bigger 是就是剧烈的啊，然后可以变成奶油啊，啊这是这边当动词啊，去搅动啊搅拌啊。这个牛奶啊，还有一些 cream 啊，就是那些白色的啊，白色的那种啊，也是牛奶做出来的啊。这个风暴啊，风雨风暴全了搅动了湖上的水啊啊，但它拉什么 core 就是一种线啊，拉线啊，也可以人体的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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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神经啊，什么锁状啊，那种东西啊，这本来就绳子了，当绳子啊，也可以当电线嘛。shoot 本来一般讲 parachute 就降落伞，parachute 也可以省略掉，就直接用 shoot 了。shoot 这个它也可以是通道啊，就是一个滑槽的意思啊。那这边是降落伞啊，它把降落伞的那个绳子啊一打开以后啊，啊它一打开绳子，降落伞马上就张开来。cicada 啊，这个是。也有人念 cicada 啊，因为我看的美剧也是常常他们发音发不准啊，有些他可能没有人教他就发不准，有时候他有特殊的发音法，这蝉呢啊，树上的蝉应该念 cicada， 我看美国很多念 cicada 啊，也许破音字吧，但应该念 cicada， 就蝉呢、啊，树上的蝉呢、啊，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啊，你看。这在热带地区啊，也寒带地区没有这个蝉啊，热带地区蝉呢、啊、可以啊发出了很大声，而且非常尖锐啊。我家旁边的树就这个蝉啊，叫这种声音啊，这个是频率很高啊，也是蛮吵的。因为蝉也是不止一只嘛啊，这个马夫啊放了一个 cinch 什么的，就是马嘛。你要马它有一个袋子嘛，你要绑上去嘛，就是马的肚带啊，绑上面有这个马鞍那东西啊，就是围在马的 belly 的肚子上嘛，就可以 in order to 为了要怎么样，可以让它 settle 的马鞍嘛，放在固定的位置 ，in place 就是放在它固定的位置嘛。Essence 啊，这边又是啊，他会赢得比赛啊，赢得这个、比赛。cinch 就是很确定啊，确定啊，是想把马的肚带放上去，很确定。cinnamon 的肉桂啊，肉桂有一种特殊味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了。啊，它是从一个干燥的啊内部的 bark， 就树皮啊，就热带树的树皮啊内部啊做出来的。bark 可以当树皮啊，也可以当动词，狗的叫声，狗叫声叫 bark 啊，甚至也可以当一种小船啊。啊，他吃这个肉桂啊，这个要连在一起，棒就是包子馒头那种，他吃一个有肉桂味道的包子啊，或者馒头啊，早餐来吃。啊，他的信啊是用什么写 ？In cipher 什么意思啊？密码啊，用密码写的。所以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意大利的达文西啊，就很喜欢用密码写啊，而且常用
纪念字来写什么意思，他也常常用左手写来写反字，就你正面看看不太懂，但是对照镜子一看，因为他写左右颠倒嘛，中文字是也可以左右颠倒吧，上下颠倒，因为英他这个当然他不是写英文的啊，他写这个意大利文吧，也是差不多啊，反正都是罗马拼音的嘛，就是密码啊。这边是绕道到公园了 ，Securities 就是迂回的 ，route 啊就是道路啊，迂回道啊，就可能前面堵车啊，他迂回啊绕路过去。你可以 pick up， 可以选一些书啊，你喜欢的书啊，从那个书架上。然后到 circulation desk 是什么东西啊？就图书馆里面啊，就是借书柜台啊，借书柜台，因为它的 circulation 就是本来是循环嘛，啊循环，啊也可以是发行嘛，因为那个书嘛来来去去嘛，有些人家还书嘛，借书有的书要放进来的拿走，这样流动的书桌啊，就是借书柜台，啊大家去检查一下啊。他们呢，像更怎么样呢 ？circumspect， 这个字稍微难，就是小心谨慎啊。他们对于新的投资啊，特别的 circumspect， 小心谨慎啊。这个字，这个它的名词是circumspection 啊，这边是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啊。他的行为啊是相当的谨慎啊。虽然 chagrin 啊。这个字，不是 charge 啊，不是，我看成另外一个字 ，charge interest 就是这个要求利息啊。就是计算利息啊，是 contrary 啊，这跟 contrary 有点像，就是矛盾了、啊，跟他们是抵触他们的法律啊，所以他们很谨慎 ，circumvent 啊，是谨慎啊。处理这个事情借由怎么样呢、啊？就是收了一些啊 ，compulsory 是免费的，免费的礼物。suffer 就受苦受难，他受什么之苦啊 ？liver 就肝嘛，肝的 cirrhosis 啊，当然有人念 cirrhosis 啊，但是一般是念 cirrhosis， 肝硬化就 cirrhosis， 肝硬化啊 ，liver cirrhosis 或 cirrhosis of the liver。这个水的供应啊，自来水供应啊，到这个哪里呢？关掉了 ，system 啊，我们一般讲开什么城堡啊，小一点的城堡呢 ，system、也是城堡，小一点啊。skyscraper 就是摩天大楼嘛，新的摩天大楼呢，改变了上海市的城市的景观，叫 cityscape 啊，城市，你看城市的景观嘛。他们被怎么样对待呢 ？civility 就很有礼貌啊，他们被以礼相待。他有一点呢不高兴但是呢，他仍然回答这个问题，很有礼貌 ，civility 还算不高兴，还是很有礼貌的回答这个问题。他声称呢 ，claim 是声称嘛，也可以是要求嘛。还有一个意思也是常用啊，但一般我们这个华人都不知道，就是夺取生命。比如说风灾啊、地震啊，所以一字多义最麻烦，英文这个最麻烦。可这又是华人呢、学英文最弱的一环，因为我们从小嘛，一开始老师就说这个字什么意思嘛，就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书上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完了。从你第一天接触英文开始就完蛋了因为你永远就这个字什么意思，你就没有那个观念说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就没有这个观念嘛所以以后。你说背了很多单词我背了5000个单词那我都会了。就一看外国人写文章嘛，这里不懂那里不懂，就出在这个问题因为意思会变嘛。所以我们的英文教育百年来中国英文教育就失败，就从单词就开始失败了嘛。那单词都选不好了，它有很多意思，你永远只记一个，那怎么会好？他那个宣称他有这个。California 本来是千里眼但后来当现在也没有真的千里眼嘛，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神话故事嘛，就是后来变成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意思或者我们讲阴阳眼可以用这个他宣称他有阴阳眼他可以跟那个死去的人沟通然后这边又不是阴阳眼千里眼他的有很强的观察力让他可以去分析这现状 current situation 现状，
非常清楚及正确的。那他宣称呢，他有这个特异功能啊，有这个透视能力，有阴阳眼啊，他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啊，有预知能力啊，并不是啊，那里就算最有观察力啊，最会分析的专家也没有办法预测啊，去猜嘛啊，这个股市啊未来怎么样？股市猜不准啊，啊球队比赛也不准啊，反正要猜啊，我这常常不准啊。你要猜股市，你说专家说啊，最近股市很好，那么明天跌给你看啊，说股市那专家说最近股市不行啊，大家观望一下，哎，它就好了。啊，这你说比赛吗 ？NBA， 你说这一队应该会赢啊，他又输啊，所以是预测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也变数太多了啊。啊，这个 climate 就是很吵的声音啊，就是大众啊喧哗声音，不能被忽略。就是人没有什么诉求嘛，人啊不平则鸣嘛，啊老百姓吵啊，政府这个没做啊，鸡蛋怎么买不到啊，价钱那么贵啊，所以不要忽视大众的。很大的声音，哎，他一定有所不满嘛。啊，这个小孩子大吵大闹，要吃冰淇淋啊。这小孩子呢 ，clamors 啊，就是这也是形容词是 clamors 啊，就是吵来吵去啊，就是要吃冰淇淋。啊 ，clamors 是什么？就是螺丝钳了 啊，老虎钳、螺丝钳了 啊。他这个他把这个啊在水管上啊，这个用这个。固定一个螺丝钳啊，这也可以当动词，用螺丝钳啊去绞那个铁丝啊把这个这边是木头啊，当然有铁线嘛，把两块木头绑在一起。那政府啊命令呢一个这个 clamp down 什么镇压啊，去镇压这个酒后驾车啊，酒驾啊，这边不就我们就不能讲镇压，取缔啊。所以英文的单字他的意思在那边，可是中文来讲可能有不同的字眼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个老师说英文老师说这个字什么意思，或者书上写什么意思，我们真的看一个句子啊，把它讲成中文要望文生义啊，要看情况解释啊，这边可能书上写说就镇压啊，那这边就不能镇压嘛，这个叫酒驾，你有什么镇压，就取缔嘛。clandestine 就是秘密的啊，他们举行了一个秘密的会议啊，这个字也难一点啊，所以这种字一用出来，老外就说你英文程度确实好。啊，这个火警的那个铃啊，火警呢会响很尖锐声音啊 ，clang 就金属啊，发出很响亮的声音，很吵的声音啊，很吵 ，clang 啊就很吵的声音，因为警报嘛，火警警报那个啊，说像大楼嘛，如果火警啊，这一响啊，那个吵死人了。啊，这个怕是这锅碗瓢盆啊，这个锅子啊，跟这个水壶啊，就是这个发出啊，这个啊，可能是碰撞啊，或者水要煮开了，啊、发出这很尖锐的声音啊，把它吵醒了。啊，我可以听到很多钟声啊，钟声的那个叮叮当当啊，这个以前古代的那个钟啊敲的钟，声音非常响亮，因为它传到很远。啊，这种很吵闹的声音，尖锐或者很吵闹的声音，啊，他这个 play 有很多意思啊，玩呐、啊，打球啊，啊，吹奏演奏乐器都可以啊，这 play 的意思很多啊，也可以玩游戏啊，这个他这边是演奏啊，这个 clarinet 就是我们叫做黑管，啊，也就长笛了啊，黑管啊，在这个当地的一个这个。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啊 ，Orchestra 是管弦乐队啊，然后交响乐是 Symphony 啊，这男孩子 Stop 啊，就是停止他们啊。Principal 是一般讲小学的校长，学校的校长。当校长啊进入教室的时候，小孩子啊 ，Clatter 就是就玩一些东西啊，发生乒乒乓乓的声音啊，跟小孩子啊丢东西啊，或玩什么东西啊，发出这吵闹声就 Clatter。啊，他在当他在洗碗的时候，那个碗筷啊、盆那个碟子啊会碰撞嘛，洗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声音 ，clatter 啊，就发出就物体碰撞发出声音就 clatter， 啊，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啊 ，clavier 又什么东西呢？啊，它这边又是乐器啊。
他玩什么乐器啊？玩的非常叫键盘乐器 clavier 啊，就这个字 clavier 键盘乐器，不一定钢琴啊、电子琴啊那些啊。啊，你可以用这个 cleansing grains 啊，这个是复合字、啊，要连在一起念，磨砂膏啊，清洁你的皮肤啊，也可以让皮肤变得光滑平顺啊。cleansing grains 磨砂膏。啊，他住在一个 log 叫原木啊，啊木的 cabin 就是小房子啊。也他也可以当木屋啊，加一个 log 更小，他就在一个啊木屋里面，木屋通常也不会太大嘛。然后这个啊，在这个在这什么中间呢、啊？在这个森林的 clearing 啊，这个字不是形容词，名词。那我们一般军队军事上讲开阔地啊，就是啊这边有树林啊，哎这边刚好这是有一块地啊，树林可能已经被刚好没有树木，或者树木把它砍掉啊，就开阔地空地。就是森林中的空地啊，他这个有一个小木屋住在里面。那他穿的很少啊，啊没、穿的很清凉，所以 disclose 关起来嘛，啊 disclose 不关起来就展现出来，啊就是看得到他有很深的 cleavage 什么东西啊，啊这男人会兴奋嘛，叫乳沟，啊乳沟就是这样子嘛，这胸部比较大的话，啊又穿的少点，露出乳沟啊。啊，那这边又不是乳沟啦，就是这个没有很明显的啊，在这个两个班级上 ，clavier 就是不和啊，矛盾啊，不和气啊，这两个班啊并没有什么冲突矛盾。不仅是屠夫啊，有一个 clavier 就是杀猪刀啊，屠刀啊，后背的啊，去切肉。啊，他有一个什么 clavier， 就是外国人比较多吧，华人比较少，就下巴有个洞啊，像老派影星啊，扣个道格拉斯啊。下巴有个洞啊，看起来蛮特殊的啊，看起来这个人好像也蛮帅气的，蛮强悍的啊。下巴有个洞啊，中文好像没什么相对应的词啊。啊，他可以看到这个村庄从一个缝当中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缝一个洞的意思啊，从一个从缝中啊，可能从森林啊，从树木当中刚好有个缝啊，可以看到这个村庄。啊，那这不是下巴有个洞啊，他的嘴唇有个洞，那又不是嘴唇有个洞啊，裂开了啊，啊就是一太是裂开的意思啊，就是有个洞啊裂开啊，就兔唇啊兔唇。啊 ，appeal 就是诉求啊，他请求向国王请求 ，clemency 就仁慈啊，说国王啊我犯错啊，请爸爸慈悲仁慈一点 ，clemency 就仁慈啊。啊，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啊、仁慈的一个法官啊，然后呢，啊，这是这是另外一句了，啊，另外一句，啊，就是我喜欢这个 Clement， 不是仁慈的天气，而是我很喜欢这个很气候宜人啊，不冷不热啊，也没下雨这种天气。啊，他这个同意这个计划 ，cinch 就是打包票，板上钉钉啊，所以我们板上钉钉动词可以用 clench 啊，把这个交易啊板上钉钉确定了。然后呢，这边是当动词啊，啊，这个两个意思又不太一样，所以一直都会太麻烦了。这是他们对手嘛，对手的肩膀抓住。你看前面是确定这个交易，那后面抓住了对手的肩膀啊，这两个意思也差蛮多的啊。爱丽丝呢向我展示了一个什么 clipper 就简报啊，有关于他学校的一些简报的资料一些内容。他属于一个政治的 clerk 啊，我们说党派嘛，党中有派嘛，派中有系嘛，党派嘛，派系就这个啊，就是。一群人呢，意见差不多，感情比较好，或者共同利益，就是一个派系啊，啊，它属于一个小的一个政治派系。King 就是不是很热衷啊，我对那个，因为 club 就是俱乐部嘛啊，啊，这 club 意思很多，也可以扑克牌里面梅花啊 club， 一个是铁棒、铁棍啊。也可以是高尔夫球杆啊，也可以当动词啊，动词就用铁棒打人家。这边是我不喜欢那个团体啊，不喜欢那个俱乐部团体啊，啊 ，I found， 我发现啊，他就是太那个 a bit clicky 啊，就是他这个很喜欢分派系啊，这个那个团体很喜欢派系啊，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约翰的什么行为呢？那这边又不是分派系，就又变成哎，又变成这很麻烦，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是形容词 ，crackish 就是势力的啊。你看前面是爱分派系，爱分派系的，然后这边是势力的啊，但字有点不一样啊。他把什么拉进来呢？拉起来什么的 clock 是什么东西啊？披风啊，披风就这个字。当披风不止这个字啊，但这个字就是披风 cloak。Invader 入侵者啊，攻击啊，在什么？在大雾的 cloak 啊 ，cloak 前面是披风，这边不是，这边就不是大雾的披风，掩饰啊。他本来一直借口啊，有什么借口啊？借口就是什么掩饰嘛。他们在大雾的掩护之下啊，攻击对方。啊，他喜欢去阅读什么样的故事呢？啊，这个看小说嘛，啊 ，Cloak and Dagger， 啊，这完全看不懂，间谍小说，啊，这看不出来跟间谍有关系啊，他就间谍啊，这个中文不好解释，他喜欢阅读啊，看那个间谍小说啊，啊，这集讲到这里啊，欢迎小友的 Donate 啊，这到这里。